续是来自警政方面的消息。警方表示，刚一起一台无牌的闽路轿车，因为违规停伫个消防栓的附近，警方到场执法。当经过环境请车主提示证件的时阵，又阁发现这台车曾经变轿车牌，牌照是被吊扣的。警方表示，这已经是违规，事实明确，环境才开单执法。但是驾驶惊罚款伤过高，硬是要抢走环境的罚单，伫个过程因为扭力来抓破罚单，也扣单。属因被警方移交妨害公务上班。闽路轿车伫嘉义市违规停伫消防栓头前，警方举报执法，发现轿车无牌照，煞无看到驾驶人出现。正当吊车要来吊走的时，车主这才出现，是一名穿着加色皮草泥。环境车车主提示证件时，又阁发现该车曾经变轿车牌，牌照是被吊扣的。环境要开单的时，驾驶一度跪落来求情，但是被环境拒绝。驾驶因为惊罚款过高，一时失控，甲警方扣六抓破罚单。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举发。那举发了，举发之后，那因为这位女性驾驶人因为担心这个罚款过于严重所以说当场就抢走那本所远景这个告发单的移送脸还有存根脸。驾驶对环境开罚，心有不满，摕着罚单走向车头，双方扣六，惹到环境生气。提出手铐，要带回派出所。这声扣单事因，简单的违停变作妨害公务被上班。警方呼吁环境依法行事，违反者爱遵守法则，以免扣单事端。谢谢新闻，蔡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